和池双重能量喷泉穿插连在一块了。这场比赛打到现在，双方打成5-5，越来精彩。何池近身连环小轻脚连踹啊！大表哥不愧是大表哥呀，拿过世界冠军的高手，三清北在 BC， 刚好有一颗气，稳了大表哥。本次打击居然中了，哎，老二串招了，老二串了一个圣龙脚。我操，这也行 ，nice 啊 ，nice。现在比分是交替上升啊，一批大表哥牙刀，他们两个牙刀相比较小孩感觉还是差了那个灵劲儿啊，小孩的牙刀更灵气一点，他们俩倒是相对于就是有就是有点机械啊，不客气的说是有点机械。现在大表哥，哎呦，跳飞机康哥追加一下跌泰升，大表哥抢成龙，就猜到他要用这个套路了，因为通常来讲用牙刀的在这个局面下第一时间会派生啊，往这边直接往这么飞，牙刀的抢脱能力还是非常的优秀，拉风飞关满边，还是没想到上半夜大家昏昏欲睡啊，下半夜居然能够看到如此精彩的一场对决，顶点超长来了，永不回头的男人，这一波真的很疼啊，这把大表哥应该没问题了吧，朋友们，他还有一个满血特瑞，现在相当于两管血啊。重拳却反 BC， 这套14连打掉对方接近6个的血量，那么现在 CD 反击往北边还关特躲，重拳抢着前 A 之后再能量补充，能量灌篮聚焦，这伪重拳看到没有，打到背后啊就是一个选择题的一个判断啊，我操，怎么办，大表哥还有机会，特瑞远身战战动拳真的判定很快啊，大表哥现在有足够的资源赢了，双方打成了6-0，是不是越来越好玩了，兄弟们，居然没有死，带修正了，这里又来到这个力回阶段了，谁能套到谁呢，远距离发波，大表哥准备出火反腰拳，哎，你还敢发波，再发波，搞不好这比赛也打成 S 局了，会不会，看得我都不困了，上半夜都有点困呢，你们现在困吗，朋友们，欢迎黑粉，欢迎黑粉兄弟，来今天晚上这样对局，来对 ET 的牙刀，对的何池的牙刀，
黑粉回家了，晚上好。我靠，老二这把要输了，这里还是要调动自己的抗。面对牙老这么高机动性的角色，这种疾风骤雨般的压制，大部分人也是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正确的防御。来看一下牙刀这把能不能打出一小三的有利局面。啊！我再赞助恐龙啊！别赞助恐龙了，你就赞助拳皇十五就好了。啊，那个圈子还太少了，你还不如赞助十五了。后半夜也没人看，主要是你就赞助十五就行了，选的多。老二只是个打前五级，来加油。我操，看来代表哥牙刀又要赢了，稳了。我去，多一点的娱乐行，没事儿。小孩打九七啊，小孩现在不接九七啊，你带着他也不接，除非你这个奖励对不对，非常的对，签到位啥都打。特别有不同的皮肤啊！哎，我靠！哎呀，大表哥刚才这个失误啊，表哥不应该的呀！老二又把比分追平了啊！好了，那么继续来看接下来比赛，来自于台湾的 ET 对战广西的合成。这场对决打到现在已经是到了后半夜了啊！我们现在正在给大家做一个直播游戏胡说，本场比赛牙刀再战牙刀了。谁的牙刀能够抢到这个先手？目前何池抢到对方的一个先手机会，大表哥的血条已经变成黄条了，加油大表哥！
何池要努力了，目前对方是再次发起反击，偷到下盘成功，目前何池发起第二次进攻，表哥比何池差了一点血，回头没投到，哦，完了，这个小跳重腿跳入成功了，那么意味感谢小狼狗的毽子套。好了，咱们来看这场对局，来对李大表哥对战何池牙刀。哎呦我去，咋整？我去，我哥对战何池，我靠，不是吧，老二支棱起来了，大表哥开始跟老二玩命了，大跳重腿带逆向 BC， 直接要接顶点取消，太精彩了，双方已经打到了势同水火。